白丁，哎，老先生，来来来，这这。方便友，阿珍，你看，你个创啥？钓我回头呢。哦，袂歹呢。嗯，白丁，你看。哎呦，画图这我唔捌啦，我外行的啦。啊，是讲你即摆画这图吼，比你较早一段涂骹画吼，加足好看的，加足水的。这是算过我家的水彩，我真硬好用啊！而且画足侪张要看的呢，啊伊奈无来。恁算过有代志要办啊？啊，不过我来啊，你把张会当先替我看。袂当，爱先用算过看。我是你好朋友呢。不过你不是算过。好好好，安尼你等伊来。我继续去画。对啦，李先生这摆回去住厝，准备要回去外久啊？一过几工就会回来啊。啊，听讲因这公破病，啊，伊才会要赶回去。哦哦，对啦，厝内老大人破病吼，爱赶回去。哎呀，啊，你哪会无缀伊回去？我就是有代志要无闲啊，所以才无甲伊做伙回去啊。哦。会长，你安怎啦？会长，阿伯，阿伯你先弄。哎，你有较好无？阿伯，阿伯，喂，阿伯，阿伯，哎，阿叔，哎，小蛋。我跟你讲哦，阿伯你妈破病啊，阿你讲话哦，袂用上大声，袂当闹。好。就跟你讲较细声的。好，较细声。阿伯，阿伯。哎，俊啊，你来哦。对，因着一直讲要来看你。可以来嘛，好啦。可以知影讲，我即摆破病，万一倒一天我若是安怎？伊才袂雄雄去拄着，无法度人接受。哎呦，会长，你莫安尼讲啦！我拄仔听医生讲，你已经好啊，无代志啊。即摆是无代志啦，也毋过，谁知影讲，啥物时阵会阁有后一摆？即落拢是早晚的代志啦。准啊，阿伯万一倒一工，若是走。你都爱较坚强嘞，哈！阿伯不会啦，我把你离开。阿伯嘛无爱离开，啊，不过时间若到，什么人拢闪袂离啦。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这么多年啊，拢是我一个人在关心、在照顾阿春啊。即摆我破病啊。好较早还阁有你，啊，甲李先生会当来关心准啊。你即摆知影讲我是安怎来着急，要上这个信托基金的监督人的任务，赶紧要交予你，知影啦吼。我知。唉，我这个病吼，嘛唔知会阁拖偌久。我迄两个后生讲叫我去美国治疗，伊讲美国的医术较好，我也是一直咧张肚啦。一来，阵下个代志，予我放袂落心，也阁去美国医治，嘛无一定讲包医会好，去嘛无啥物意思。会长，你放心嘛，我会认真考虑。好，好，拜托你。终于到家了啊！哎呀，舒服舒服，这个金窝银窝呀，也没自己家的狗窝舒服。哎，对了，乐贤啊。谢谢你来接我们啊，别客气啊，应该。哎，那他是应该，我是客气。
讲话别这么酸溜溜行不行？我这次回去是看我的叔公。不过老姚，谢谢你陪我回去一趟。看你说的呀，要是没你那档子事，我也想回去。咱们这是鱼帮水，水帮鱼，扯平了。啊，这公讨老人家好不好？好多了。哎，我就没他这么幸运了。他有个叔公可以看，我们尤家呀，我现在就是最长的一辈了，再老的一辈啊，那都走光喽。嗯，大家都嘛差不多。是啊。你想一想啊，再过不了多久，我看我也得做古。哎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哎，我这实话实说呀、啊，我老有讲话，这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怎么你不爱听啊？那没关系啊，你走走走，哎，对，你去洗澡啊啊！哎，我们洗澡一会儿还要得排队的，你动作快，你先去洗，来快。你洗个澡还要看乐仙呢，你等他同意是不是？快去了，去哎，行李带上去了、啊。我洗一身锅。去洗澡去了啊！去。哎你，哎，乐仙、啊，刘大哥，我先不待见。还不就是他的事吗？他叔公啊，临走的时候抓着他的手。是千叮咛万嘱咐的，告诉他千万不能不孝，不能在他身上断送了李家的香烟呐。哎，你想这老人家的苦口婆心，也不知道这德胜他听进去了没有。刘大哥，我了解你意思。你知道啊？那你明白？我也这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你想这叔公。啊，叫我千万要盯住这个德胜，老人家的请托，我只能答应啊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懂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不好意思，真是。哎，老三啊，你哪会拢无爱讲话啊？无啊，啊，我就是伫烦恼会长干阿准。烦恼会长干阿准？是啊，啊，会长伊破病啊，啊，我即马过来食面，我惊靠伊一个人无好，就照顾阿准。那我看这样吧，明天一早我去接你，我们回七星。嗯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。喝茶啦，别你雄雄走来找我，什么代志啊？我今仔日姚大哥高德顺胃大就回来啊。我知啊，安怎哟？啊，姚大哥讲，德顺因即间有交代，袂当等你家行会。你敢阁会记得之前我安怎甲你讲的啊？啊，我迄阵就无想伤济啊。哦，啊，即马咧，即马我也毋知影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因这讲了是有道理啊。我的想法嘛是同款，这件代志哦，你绝对袂当去闪避啊。你一定要替德胜好好想一下。我嘛就想要替伊想的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毋知影应该安怎做。所以你是咧问我？当然啊。啊无，我要去问啥？我唔知哦，这里的代志唔是我的代志。哎，你到底是唔是我的好姊妹啊？就算讲我甲你搁较安怎好，我嘛只是你的好姊妹啊。我唔是你，我无法度替你做决定诶。你知影无？即马上重要的就是哦，你愿意为德顺做个什么程度，这你爱家己去做决定诶。别人安怎讲都无重要，你安怎想哦，这是上重要的。等甲你想好清楚以后，你才来跟我讲。啊，看要安怎做，我绝对会跟你斗三工的，哈。嗯，阿妹唔得，乖乖乖。嗯，阿俊啊，
你十外天无洗身躯啊呢？你规身躯拢臭干干啊呢？哪有？我未啊！你家己闻袂着啦。安尼啊，陪你闻看卖。哎呦，你真正臭干干啦！你是安那来买离开家啦？等你病好，咱再到店离开。我实在吼无理法啦，哈！哎，稍等下胜哥若来吼，你就知惨。胜哥要来，胜哥若是要来。阿舅，阿舅，哈，恁来。阿准，你生气啊？阿准，你咧生气吼？对，生气。在生谁的气？弟。那为什么要生胜哥的气呢？胜哥你拢无去。那你知道胜哥去哪了吗？好朋友讲你回去故乡。胜哥很久没有回去故乡了，那你觉得？胜哥应不应该回去看看呢？那还要生气吗？胜哥好像就想你了呢。好了，我嘛就想你。阿俊啊，阿是几工无洗身躯啊？一工、两工、三工、哦，好好好，遐侪工哦。胜哥带你去洗身躯。我们讲到后边，我紧啦，咱洗了，快快回来，好不？好。哎，洗身躯。三哥，你看，这都是我的味道呢。我操！我操！我宝贝，拢买新货我看。有好看无？阿尊啊，为了袂歹呢。虽然色彩很多，可是搭配的很好，看起来也不会眼花缭乱。进步就这呢。当然咯。你哦，就是偏心啊！我要看拢买新货我看。啊，我介绍互你看到胜哥看。好啊，你讲哦。大哥哥。真正味道袂歹。第三你知影？等我回去以后，看上来安达。刘先生，阿你哪来？王太太，怎么你要出门呐？哦，无你赶紧啦，礼拜三啦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啊。我说几句话我就走。再讲。你看看这个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就是。德胜那些表姨啊，什么表姐妹的，给他物色的对象，哎，你说他不拿也不好意思，拿了之后他看也不看就塞给我了。这我知呀，那老三都叫我来催我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就省事了。哎，王太太，这德胜的事情你怎么看呢？我嘛是认为讲哦，爱给替德胜想一个。就是啊，你说德胜这个人真让人操心。他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他百年之后都没人给他送终啊！你说，他自己也不着急啊，这是。啊，德胜的个性你不是想了解？那死脑筋啊，爱着一个人哦，向该讲伊都无法度改变啊。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呢，我觉得还是在乐仙。哎，王太太，你跟乐仙那是好姐妹，你们好说话，你可不可以去探探口风，看看乐仙他对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想法还是态度的？我拄则无甲伊讲过啊，啊，不过我看伊哦，佮即马佮唔知影应该安怎做啊。那你能不能去敲敲边鼓啊？你想啊，这促成一段好姻缘，那也是好事一桩啊。好、哦，哎，啊，无咱两个来想一个办法，看安怎哦，才会当互伊两人做伙。那就太好了。欧巴。